慈济奥兰多联络处岁末祝福，旅居当地的华人视为盛事，每年都有上百人与会。我在奥兰多的话，我一定来。慈济办的活动都非常好，那个不只是说岁末祝福，还有那个母亲节啊，都非常好，我都一定参加。慈济志工代表正言上人分送福惠红包，给予新年祝福。不少民众也带着竹筒捐献，响应小钱行大善。我跟我先生是天主教徒，但是我发觉慈济很棒，是每年如果全世界有什么灾难，第一个出去发放或是去救助的就是慈济人。所以我虽然没有参加慈济，但是我的心也是为社会、为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I like everything, from the culture, and I like, I learn so many things, and the way they teach people to learn love, respect, I really learn a lot of things. 推广茹素，志工提供色香味俱全的蔬食餐点，期盼人人减少口欲，做到身体环保，也不会病从口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赵福奇、泰瑞普卡，美国报道。